哎呦，猫猫人多吗？胡金铲，我就可以学。他在找我，二楼放猫找我，我在一楼苟着。他去鸟笼那边了，没心跳了啊，没心跳了，看不到了。帮我看一下位置。他还在找，还在找。哦哦，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。OK OK OK， 我在一楼卡着，我现在看不到他。哦，有心跳，但是我看不到他。没事，你现在身上六基本上都够了。嗯，啊，我救狗，我修炼机了。让我刚刚再帮你看一下，他看到你了，看到我。嘿，啊，技能好了，技能好了。OK OK， 我进医院。可能是一些。的确是一些，但是这边医生开太远了，上不了我。把一个盘子。吃饱就吃饱，赶紧拿下。那我死了，吃饱了。旁边这是谁啊？小心，水工好。OK OK。小心小心，他就在旁边。我知道。晚上你这么狂吗？我刚发我不就是，我都这么改，不说到时候你，我想一想，你往 T 墙那边，往 T 墙拉，那我不就死定了吗？没事，就两波够的，够的。行，然后我再救你。行，这只要大副，其实大副能卡半了，大副要是救不了，那我感觉他救不了了。这能炸吗？我真 boss， 我帮一下他，我看他医疗这是培养的。还好，但是还是很亏啊，没二舅了。那我去地墙了。有点亏。去那边。地墙了。他应该在能救你，我。他应该还能救。不用救，不用救，我都去地墙了，咋救啊？他有表啊。他有表不能救。但他半血啊。提前摇表，他半血会被拦，知道吧？提前过来呗，看他操作吧。反正他救不下来是平，他救下来有机会三三波。我觉得他救不了，看他呗，他要不救就不救。嗯。然后，把猫都交了，可以救的。看他想不想。你等会儿搏命，你他救下来电梯就够了。我说他能养好人，搏命是在这边。我救！啊！我都是。OK OK， 你找相互点，够了。我去鸟笼。我粘好。我去鸟笼，我去鸟笼。对。他是不是挨了两刀啊？不知道，我吃刀了。那你等你找地开吧，你找地跟我说。能开吗？可以开。现在可以开。没有，他现在过量了，他在工作量了。可以开。可以。我来到一个无敌窗。绕你。有风窗。跟着的，风窗。猫没咬到我。我来到安全板。我去地墙了，我这边溜不动了。对，没问题。地墙地窖。地下吗？对。我还有十秒钟。就，哎，我没看见那辆。直接走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。可以走。再见。你走了。那笑。牛逼。哈哈。帅。啊！我感觉我可以保存个素材。牛逼。